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要跟妹妹一起来玩 Roblox 的生存游戏。Hello， 妹妹。Hello， 耶、yeah, yeah. ！要跟哥哥来玩生存游戏了吗？没错，妹妹，你现在有没有进入这个选角色的这个地方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我现在是个络腮胡，哎，超好笑。我把自己用的超级黑，跟巧克力一样黑，发色。我也要。然后我看一下，黑黑的这个络腮胡能不能拿掉啊？好丑啊！哎，他表情还可以换哎，我换一个笑脸好了。我要把这个表情。哦、变成我要当洁白的牙齿，我有双马尾，有了，我变好黑哦。你看头发，我头发颜色要来改一下，我们头发的颜色改成这样，脸部的颜色，包头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就要用这个表情。啊、okay, ，重生，我进来了，我好黑哦。我也进来了。非洲人就是要用这种非洲颜色。OK， 我现在到一个草丛，我这边还不错哎，前面有两只鸡哎，哦。可以吃鸡吗？这是什么蓝莓吗？我获得鸡肉哎、欸，哦 ，OK， 拿了两个鸡肉，先来撸树好不好？玩过麦块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凡事是生存游戏，先撸树就对了。先撸树吗？没错，我们先来撸树。OK， 获得了一些。怎么撸，哥哥？拿那个你手上不是有一根刺刺的、尖尖的那个东西？刺刺的。哦、欸。而且它连石头都可以挂，它好万能哦。好酷、哦。这挖好久哦，石头。我们要先挖一些东西。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新的工具啊？按 C 可以吃哦，妹妹，你按 C 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做一些武器啊，或是做一些工具。按 C 对，你看下面有个锤，做一根锤子、哦，有了，我就做了一根锤子，然后绳子好像用树叶可以做。哦，树叶有两个。开了之后，哎、欸，你开了这个绳子之后呢，会有碗啊，跟这个是什么工具把手具？我们先做这个什么凿石屎。凿石屎，我们可以先换一个，然后草包有了，哇！我看到我刚刚的棒棒可以做成那个、欸、木棍哎、欸，有，现在在下，可以做武器了，我要做一个木武器。我这边的小岛好像快被我罚光了，我好像该去其他地方了。可以游过游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游泳。知道哥哥在哪里吗？可能没有办法知道、欸、而且你看右上角宝石度哦、喔，现在一直在扣，我现在剩下1147哦、喔。等一下要找一些食物来吃了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煤矿石，哦，我可以获得煤矿了吗？有煤矿这种东西哦，有矿石的，对，在这附近你找找看，搞不好可以找到煤矿石哦。哎，哥哥，我切割等级增加二等哎。哦，切割越久，它等级会增加哦。哦，我现在来做这个木头俱乐部，为什么叫木头俱乐部？哥哥做了一根木棍哦，哎呦。我看一下我的包包，哎呦，包包身上有东西可以放到你身上，像这个是什么？锤子，锤子可以做工具台啊，负担不起。工具台需要绳子两个，好，那我们先把它做个绳子，绳子做两条，做多一点好了。它这边还可以直接切数量，直接做四个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可以了，我做了一个桌子，这个是应该是工具台吧？我们看看工具台里面可以获得什么？哎呦喂、欸！好多东西哦，它可以获得一些，这是什么木棒、木板，还有石头刀哎、欸！哎呦，谁加我好友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邀请加入吗？先不理他 哦, 哦，我要先做这个棒棒木棒，先做起來。接受会怎么样？哦、接受哦，我们可以去他的国家，是不是？他是啊，那是邀请我们去他的蓝色国家吧？哎呦，哇，妹妹现在应该是他就不会打我了。哎、欸，对、嗯，那等一下哥哥看到你就可以打你了，耶、yeah! ！他为什么要打我？我要打爆妹妹！哎、欸，以为妹妹跟我是同一国的吗？你错了，我要杀爆妹妹了。蛋哦，我要做武器。哎、欸，我要做武器，等一下我要跟妹妹 PK 哦。如果让我看到妹妹，我第一个把妹妹砍死啊！没关系，我现在用这根就够了。哦，他是直接拿到了，有了，小鸡去死啊！直接获得鸡肉，不知道吃鸡肉会不会没有煮熟，会不会那个啊？会不会出问题啊？有啊，我看到他邀请，那我也加入好了。喂，其实还可以建立王国哎、欸，妹妹，我们要不要建立王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来建立王国，我们王国叫做 Q Q Q O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，哥哥？搞不好加入王国之后，有可能就会知道了。我们用我们的颜色建立王国，建立。有了，现在可以邀请，我要邀请妹妹。看到了，好，接受。我看到有面面跟小D耶、欸，有观众一起进来、欸，来邀请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想要进来。成为我的国民啊！赶快来加入这个游戏啊！快点奉献食物给我吃，
哥哥饿了，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妹妹来了。妹妹，你现在是我的国民了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对，我是。哦，你从别人那边叛逃过来我这里耶。我们衣服现在是紫，这个亮紫色的，只要看到亮紫色都是自己人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手工，我要来做一支武器啊！本来要杀妹妹了，看来妹妹现在已经是我这一国的，我就不杀你了。那我现在叛逃了。哎、欸，妹妹不要叛逃！我、哦、这还有游戏通行证哎、欸，哇！哎呦，需要花 RB 才能买的东西，先不要好不好？先不要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生存游戏还要花钱氪金吗？有人想加入我的王国？接受。哎，恭喜你成为我的子民 Jack， 该不会大家全部成为了子民吧？该不会刚本来创国的人跑来当我的子民吧？我看看有没有不是我的子民的，会全部都是你的吗？不会，我这边一国当家哎、欸，一国独大哎、欸，我好笑，哥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世界的国王了，好爽哦！国王啊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妹妹，你拿着工具锤。然后你按 B 之后，它有一个生产，除了工具台以外，它还可以做熔炉、箱子、床，还有萤火。我们来做一个萤火，我在这边盖一个萤火。你拿那个工具锤，然后你往下移，看到下面有五个东西，有可以盖房子的啊，有可以盖那个什么结构的啊，生产啊，还有装饰跟船只，两个栏杆就可以做船了。我来烹饪一下。烤肉还需要用树叶去烧哎、欸，他哎、欸，我看前面看到我的国民哎、欸，哪里？哥哥已经看到国民了，他在游泳，那是谁啊？哎、欸，前面那是谁？是谁在游泳？前面那个是谁？哦，我看到面面了，哦，面面在那里。哎、欸，我的光众打他，哎、欸，你会受伤吗？哎、欸，不会呢，把他驱除出哎、欸，啊你面面的脸好臭、哦，哈哈哈哈。那面好臭哦，怎么那么臭啊？现在我这边有好多吃的、哦，吃一个加250，饱食度有了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想要用我的东西来烹饪啊？我要40根木头才能做一个木屋。没问题，我先做一个木屋。我看到小弟也来了，哇，两个光众出现了。有哎、欸，我们一起。为什么你们都找得到？我们一起过火耶！ Yeah!把我们妹妹淡掉。好，我离开了。啊，妹妹不要啦。我是很好生活。快快，妹妹，在一个很有两个，它有一个缝缝，然后那边有两个，就是两个神像，长得像拉鲁特跟萨斯给那个决战那个地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看到妹妹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妹妹了。有哎、欸， yeah. 我们集合了， yeah. 我们终于，我开始妹妹。Yeah. 妹妹，你长得好黑哦。你是帅啦，你跟我一样黑、欸，这个才是健康的肤色，超健康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哇！我现在发现小D很 fashion 哎、欸，哇，80年代的嬉皮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面面哇，你怎么已经有衣服了？我有衣服了，他已经做衣服了吧？哇，我也要做衣服，我们要专心伐木了。我现在有这根斧头，哇，这伐木超快，太好了，我们现在伐木。我把小弟的肉抢走了，他等一下就砍你，他等一下叛变怎么办？等一下小弟突然变成不是我们的国民怎么办？耶、yeah, ，我帮你做个啊，帮他做啊。我、哦、切割等级三哦，来武士可以拿这个镐子，哦，哇，好快哦，好爽哦，好、哦，石头超快，哇，效率超好。我们现在还是这个石器时代，我们还没有任何王国。那个小光国王表示我们需要一个住家了，来，我要生产一个大房子，按 R 可以旋转，有了，妹妹你看，这是我们家，我看到了，还可以睡觉，可以睡觉，这是还有 SPA POINT， 就是你只要有睡的话，生存记录点，对，我就有记录点了，哎，怎么肚子饿啦 ？OK， 我吃了500，有了1000了，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的技能树给打开，还有箱子，哎。这是我们这个观众做的箱子，里面只放了一支箭，我们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啊，例如食物。箭很好用啊。放五个食物，我放五个这个鸡肉给你们，我要成为这个帝国时代的这个大国王啊！你们就是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去帮我，去帮我找食物，我要在家里面等你们，我要做一个王位来这边等你们。大家听到了吗？我们要叛变啊！哦不。
不能这么快就叛变了，妹妹，怎么可以叛变？我要现在做一个装饰，我要做一个王位，这是我的王，这是我的王位，国王专做，国王专用的。喊住！哎，国王说，你们去工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小D中毒了？我看到小D，小D的血一直在扣，哎，还敢不烹饪就吃东西啊？有人游过来了，那是谁？谁？是谁？怎么有一个紫色的游过来？是新的人吗？是谁？哪里？哪里？哥哥哪里？刚你的后面有一个人，我看看。哥哥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们的人哎，一同队的啊，同队的。哦，同队的哎。对啊，同队。哇，长得好像他好像有点厉害哎。哇塞，他的面具。这应该是有氪金哦，是有氪金，好像很厉害。对，哇，他应该才是国王吧？他长得比较像国王哎，我是假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国王，我只是一个傀儡皇上。对对对，我并不是真的国王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OK， 我现在做好一个帽子，帽子做好了，现在全套的装备都好了。好，我来看看三。这个建造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桌子、练习目标、集火把、道具，哎呦，点道具，饼干，这是啥？真彩，这可以干嘛？放个这个，这箱子是能用的吗？我们看看，不行，那我叠这箱子可以干嘛？让我研究，哎呦。你看，这位丢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卷心菜吗？哇，好多高丽菜可以吃哎！哇，好酷啊！他丢了好多食物哦！哇，你才是国王吧？我们发大财了！我们应该离开这个粉色王国，然后我们跟他建立不同王国才对。他好强哦！哇，哥哥捡到好多食物哦！哇，这补600哎！真假的？那补600？哇，吃一个就直接补满！来来来，我放到里面。哇，全部。好，大家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哦。大家千万不要担心。他在摄入哎，他帮我们摄入哎。哇塞！哇，他好强哦，他行动力好强哦，我要封你为小光骑士。我要出。然后妹妹是小光这个皇后。我是吉祥物。你是吉祥小光狗狗？哦不。妹妹成为狗狗了吗？我要是猫吧，我不要当狗哦。哦，你不要当狗狗哦。那小弟是猴子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个小弟猴，然后还有一个有猴子，有猫咪。那面面是什么？面面是食物。是食物。对对对对，是食物。来研究一下，我们可以再哦，又可以再做一些新的东西耶，好酷哦。我看一下结构偏好，死亡屋是什么啊？哦，哥哥可以，这有石屋哎，可是石屋要做的话，需要一个像，这是要烧过的东西吗？要像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我们来先等一下，这死亡屋是，他翻死亡屋，不过，哦，是小弟住的地方啦，对，那个是小弟住的。我帮你们盖这个小弟的房子哦。好的，好，我盖好了，我们还盖两间。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哦。如果你很急的话呢，这边就可以登出啊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登出的入口，让你可以很好的、好好的、好好的上。而且你看，它这个很讲究哎，就是我们那种古时候没有冲水马桶的那个年代的马桶，好酷哦，怎么有这个、啊？可是我们要这个干嘛？还有个大便增加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你哥哥，嗯，这游戏需要排泄，哇！哦，他排，你看我排泄之后，排�泄之后速度会加10%哎，妹妹，大完便便之后，大完便便之后，我们身体会变得更轻盈啊，好真实哦！宝箱怎么会有999颗石头？哇，天哪！好，各位，我们这边这个土著四人组啊，还有一个很强的这个玩家啊，
好，我们目前已经建造了一个小光国、哦。对，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这个 Roblox 生存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赞，只要突破1000个赞呢，我们就来拍第二集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小光国，也欢迎大家来加入，好不好？帮我们的城堡变得很大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小木屋，还有这是我的王座。我希望我的王座下次可以做一个很漂亮。我的王座在这里啊，妹妹的王座在这里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下喜欢，好订阅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